好，老师加油！等一下音乐放了就来复习喽。老师，赶快把握时间教你的学员。那个最小的没关系，让他去敲敲鼓班，让他敲鼓班，对对对。好，很好很好。没问题吗，老师？ 真的最后一组，我觉得好像已经很厉害的感觉哦，好像很会哦。好，有那个。